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诸葛。那我们今天影片的主题呢，要来分享我们这个回忆套装啊，天空勇者系列的三件装的取得位置。那这三件装的话，都是在地底。好，给各位看一下长这个样子。那地底的话呢，看每个人开的程度不同哦，我点位先跟你们报告，然后呢，您再看慢慢探索过去，可能会比较方便。好，那首先呢，我们是先介绍这个天勇帽，它是在艾奇斯帕树海，然后呢，这边好，那地表的相对位置呢，就是在这里，艾奇斯帕森林，好，这样子在哈特诺废矿的右上角。那如果是大地图的话，这是在右下角的位置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呢是天勇符、哦、它的话是奇洛利树海，我特别标了一个红光、在下方吧，好，在这里。好，如果以地底的大地图的话呢，是珠宝的大概右上角的位置，好，这里奇洛利树海。那如果是地表的话，就奇洛利森林的正下方，听久一点，好，让各位比较好记位置，然后关地底的地图有时候有点乱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就是裤子的话呢，在这个很难念的根格尔谷采光场，那标光只是提醒我而已啦，实际上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地表的话呢，这是在剑士堡垒的大概2点钟方向吧。好，这三件装。那初始系列的话，我觉得就只是一个回忆啦，因为不能强化。但如果你有收集癖的话，那希望这部影片会对你有所帮助了。那一样啊、这个套装介绍影片，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订阅。那也感谢你的收看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喽，大家拜拜。